大家好，我是郭志瑞，我现在在纽约。今天我要跟大家再聊一聊 coronavirus 的事情。那过去的一个星期，我一直戴口罩。我们现在在新泽西的乡下的地方，我们要看一下他们有没有口罩。我们已经离纽约是比较远。All gone. Persephone zero. Okay. Everybody's been down, buying them all. Yeah.I don't know if they're shipping them back to China. I don't know. A Chinese lady, she comes to buy 400 of them. Can you just scoop? A Chinese lady just bought 400 of them? How much money is that? $20 a piece. So $8,000. Yeah. What does she do with them? She doesn't use them for herself. She resells them? She says she wants to ship it. Was she an old lady or? No, she's maybe 25, 26 years old. Okay. Most of the majority ones are made from China. Oh, okay. Just think about it.It's a crisis going on. They don't want any type of thing coming in here. Okay. 在整个美国真的很难买到口罩。那我现在在一个 warehouse， 他们有一些口罩，还有他们也有 medical suits， 还有 gloves。那他们的货从哪里来的？是很多留学生、美国华人，还有很多美国 organizations 捐的。那这个 warehouse 离纽约机场真的很近，所以他们可以把他们的货马上放到美国机场。美东地区的他们。把很多东西都寄到我们这里来，或者送到我们这里来，由我们菜鸟和我们第四方，我们一起来这个组织来这个通过绿色通道这个运到灾区。那这批货是去这个安徽的 ，OK， 这是去安徽，对，还有去温州的，去上海的，那去武汉的货是最多。接到指令，货运来到最后送到中国的医院是72小时。快递费用而空运费用是多少？现在是菜鸟第四方在纽约洛杉矶提供免费的、这个、免费对免费对是菜鸟这个我们建立绿色通道是免费的可能这个不是广告就是他们真的做这个对吧对这不是广告他们真的做这个马云也想在这时候出一份力嘛我们寄大概200个口罩至少要花到70美金才200个口罩非常非常少可能一斤的重量对但是你看我们现在捐赠的物资很多都是50公斤、100公斤、几百公斤，还有半吨的。捐赠物资啊，一定要把材料、把文件给做好。对，就是并不是说把物资朝这儿一放，那你清关怎么办呢？就 donation center 是需要提供他们的文件，包括他的清单，包括他的物资，包括他要把这批物资给到中国的哪一方。但记住，要是3A级的医院，然后5A级的慈善机构。那现在在美国这个很难买吗？很难买。非常难买，买不到，买不到。这是 N95， 现在口罩非常的难买，是，尤其是1860的口罩，这儿一共有19件 ，OK， 那么每一箱都有几百个，通过当地的市政府市长，然后去找那些医疗的，就是medical supplies， 对，然后才搞到了这些货，其实现在防护服非常的缺，嗯，对，就是医用的防护服这个，嗯，那即使市长出面，在今天我们也只搞到了4箱，有一些医险可以吗？对，像比如说像中山大学他们是通过医生，因为有些医生是他们的校友，老校友，那他们买到了，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大概是20000个口罩，但是在这一批之后，医生讲说，他们也没有办法再去订更多的口罩，因为他们的量是有限的。如果他们现在订了太多的口罩，那来年当他们需要用的时候，他们就订不着了。嗯，所以即使是医生现在在美国订口罩也是非常困难。第一个阶段是学生们，然后包括各个团体，像武汉同乡会啊，海外的中国的企业家，然后他们去帮忙去买物资，包括很多学生个人自发的开车出去，有的甚至开50公里、100公里，就为了到 CVS 或者 Duranry 去买口罩。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像大家已经很难再买到货了，我们现在在请专门做这个 medical supply 的，像一些犹太的朋友、犹太企业家或者是白人的企业家，他们直接联系这个 medical supply 的 company， 包括我们有个捐赠团体，那他就跟当地的市长讲说，中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非常需要这批物资。那其实很多美国人是非常有同情精神和帮助精神。这个货都是从中国来的 ，Made in China， 但是是美国的。那我知道是美国的东西，本身是先来美国的。对对对，是。叫也许是 Made in China。是吗？对 ，Made in China。Made in China。因为这次的国内的这个情况，然后
美国所有的这个超市里面卖的口罩都没有了，而且就是医院的口罩都是非常的紧缺啊，所以医疗物资在美国也非常的紧缺。还有不但是这个，还有手套、洗手液，因为国内的这个病情导致了美国大量的这样的商品，有相关的商品都是非常非常的紧缺。最近我看很多很多华人和留学生他们都帮着中国，比如他们寄很多口罩到中国，我觉得他们都很团结，这个让我真的很 impressed。 我也很高兴看到很多美国人也要帮助中国。是这样，中国现在有一个 crisis， 但是这个不是只中国的 crisis， 这个是全世界的 crisis。 比如说全世界的口罩大部分是中国做的，所以如果中国的口罩不够，我们的医生快没有口罩。如果中国工厂不开工，美国快没有日用品，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日用品都是 made in China。 全世界就是一个整体，所以全世界都要为武汉加油。 Good luck Wuhan. Good luck to China. Good luck to China. Wuhan 加油，武汉加油！ We are one global community. We have to work together with China and with the people in China to be able to overcome this crisis. 我是郭杰瑞。